品牌咧，對於我哋中小企嚟講咧，係增加我哋生命力重要嘅一個出路啦。但係當發展多一段時間之後咧，比較大規模嘅品牌啦，可能咧佢就利用佢哋嘅優勢啦，咁就會慢慢咧即係攞咗我哋嘅市場啦。所以你一定要建立我哋自己嘅品牌。